兄弟们，现在老板直接不开门了，人还是挺多的。哟，关门呐，过来买东西，关门呐。你看，一辆保时捷都跑过来看看那个老板娘。我就是住在那附近，我当时10点钟过去的时候还行，但是我听我朋友说9点多的时候人最多，过去出热闹的人很多，还有些网红啊过来拍个视频就走了。那会儿我在那边的话，然后看到有人在直播，看有人在那边讨论呐、都有吧。我经常过去买东西，我觉得也正常吧。人家小姑娘才22岁，22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么着折腾一下，你说人家以后怎么见人？然后还有网上谈的是谈的。邪门的很，那个是造谣的，我觉得还行吧。年纪轻小姑娘穿着打扮肯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，说句实话，人家一小姑娘一个成素人的一个人，社会阅历都没有多大，最可恨的就是拍那个视频那个人，拍那个视频人家是坐着你是站着的话，这种角度去拍的话，那你肯定显得很暴露啊。如果说你平视平行的去看的话，没有任何暴露的。